他的姐妹来追你了。你等一下，我是不是看错图案了？他的姐妹来追你了，你小心哦。没错啊，往前走啊，不是这里，不是这里，往前走，就往前走。对啊，自己家都不知道在哪里啊。标路啊，叫我标，然后你要看自己的哦。没有，我要看，因为有好几个图案很像寿司啊。对啊，对，我不知道骑不骑得上去啦。啊，用力啊啊，好，上来了。然后快到，快到啊！哎，这个司机怪怪的啦。看到了就骑，我怕。耶，又到了。嗯。有人想急流泛舟啊？有，嗨嘞嗨嘞！你想干嘛？想干嘛？想干嘛？这个急流泛舟的汽艇还不错，看到人都想骑。走喽，存钱。对，存钱，存钱，存钱，滚！哎呦！DSD 我找到你的摩托车了，刚才在高速公路上，有人上面，有人把它丢在高速公路上，我把它找回来了。啊？是什么游戏？就去地面飞一个紫色方块去雷达上。对对对对对。啊？这是要干嘛？低空飞行。飞行路线，是那句。我突然不会开直升机了啊！白痴哦，这解小任务啊！有人不让你解任务啊？雷斯特，你闭嘴哦！但不是你，你莫暴君，我想要开开看，二手路坐警车啊！我问你啊，刚把人家甩了乱骑啊，骑了就不要人了。对啊，而且一次四台，哇，四个人来找你哦，哇哇，我要开这个，开司机，怎么开 ？X X， 哦，往上拉，哎是，哦，你会开了，好好晃哦这台车，跟飞机相反。什么跟飞机相反？没有啦，直升机。哦，宜城小道。用力玩就上，什么东西？你说杰克吗？啊？杰克哦，杰克哦。我看车子歪边，你看你这种，他就喜欢紫色啊？是吗？是不是你按的、啊？你这个车子歪边啊？我不知道，可能刚刚有被打过吧。图片附件，他传给我什么附件啊？还是他传给我什么？这个人啊？哦，你是说刚刚的码头姑娘啊？什么东西？哎、欸，我找到这个人传给莱斯特的照片啊。然后嘞，录用我的、啊。我不知道。等待目标离开此区域，他不知道干嘛、欸。在，我已经到了。我说他说等待等待他离开。A C 看是，跟着目标前往人烟稀少的地方。哎呦，哎呦，哎呦，杰克，接下来是不是要准备准备同军神啊？杰克，你的、哎，你的、哦，你的啦，你都拿了。我没有啊，我没拿、啊。那你就跟了啊，对不对？跟着他走。有，我在跟着他。他叫我不要开靠近呢，可是你还开着暴君呢。他要去哪里啊？进去了。你这个是没有自己往下，要下去哦。等一下，我在揉眼睛。或者你 X 放掉，击倒目标。X 放掉。对，然后再按 X， 再拉上一点点。哦，击倒了。哦。拿到手提箱了，耶、yeah, ！我拿到了。哦，你现在不是，你现在不是四轮的模式哦，你现在是飞行模式。好，走喽，我们要回去了，回去了。我们到底来干嘛的啦？对吗？
你在四城，四城是，对，四城这台车，四城。军多有，有人知道军多贵吗？什么意思？暴君吗？暴君多贵？暴君多贵啊！暴君大概现在特价100，不会到200万了，200吧。二代的话就是要200多到300，看你有没有前置的东西。你看画面倾斜一边啊，太塞啦，太胖了好爽啊，还是我要跳下去跳啊，会拖更多时间哦。干啊，我就才最近回归完，你那么要我要求多少这样杰克会吃不消？不会啊，杰克怎么会吃不消？他都吃难得，哎呀，他谁都偷吃啊！你看刚刚那个高速公路上就知道了，他警车，他警车都可以了，分割岛都吃了，连分割岛都上得去了。你看他怎么吃不消、啊？拜托，杰克啊！在路上看到有在蹭跟分割岛，就知道是谁了。南部一名男子。对的，分隔岛猥亵，猥亵分隔岛。安安你好，还一直喊着不喜欢弯的，口味真的很重。对啊，什么啦？对啊，是不小心的哦。不小心怎样？不小心就上去了吗？对啊，不小心就上去了，那个头太高了。那底座比较高一点。暴君二很好用，我知道啊。嗯，当然还暴君二。我们现在回来玩都是为了暴君二，感谢新会员。啊、我也在努力的存钱买暴君二。我们那个，哇，金海会员已经买了。对，开始插车车了。插钱就可以买车车了。这车都没有其他造型嘛，就一定要这种白白这样子看着。也可以用其他颜色啊，可是它白色 是看起来还行。其他颜色我觉得，哎、欸，小乐，你的雾印已经青烟了呢，冒烟了耶。青烟就把它炸掉啊，炸掉，重叫一台啊。好啊，小乐交给你了。没有，可以直接叫那个、啊、CEO 载具啊。你应该可以叫吧？跳出来！哎呦！你们这是吗？我想三个路把这台车弄翻了，在那个飞行。不，他翻了，他四脚朝天，他就回不来了。他就回不来了。对，他就直接说载具坏掉。嗯？因为我之前试过了，你载具坏了。本届礼物也、欸、没有啊，他翻了回来啊。哦，白痴哦、喔！哎、欸，我就。嗯，因为之前好像卡到一个东西，然后翻不回来就坏了。哇，哦呦，原来是这样子扔的、哦。有没有暴君二？我想开。啊，暴君二有啊，我这里有一台 DSD 的。那么大的进阶版你看过吗？这是干嘛？我被小偷偷了啦！谁啊？看，我被干爆他。嗯，那一个吗？那一个吗？哈。NPC 哦、喔，不是，不是，啊、不是，有人叫的，有人叫的，是人1000块，这是人家叫来的，我引爆、喔欸、哦，等一下，等一下，那台车 DSD 跑，啊，不就赶快先存，完了，啊，你给，这样烂 DSD 的，你完蛋了，自己处置啊。看你要怎么洗、啊，你要怎么洗，随便你啊。对啊，啊，喷射怎么用啊？一、e、吗？哦，喷射。啊 ，X F。可是它的飞弹我不知道按哪一颗哎、欸，我左键右键也按过，然后没有发射飞弹。不知道。然后说 F， 然后就又下去了。F 发射飞弹啊，对啊。DSD 派的什么？派人来偷我的啦？是吗？不知道哎、欸。不然他怎么打叉滴滴滴滴是这样吗？我想那个人干嘛一直接近我？在干嘛？末日，对，我们在末日抢劫最后一张。有没有同时？不会，他好像是
会分开。超级留言那些。爬山哦。啊，散喽！哦，所以这台汽车不能跟飞机一样用倒着飞啊，它只能慢慢的往后飞吧？啊，我以为可以，不是、啊，我以为可以上下颠倒的飞。哦，你说上下颠倒飞还不行啊？好可惜，我一定让你们晕死。你跟谁玩？只听到杰克的声音。对啊，暴君子，暴君子能控白剑慢慢往下吗？嗯，他控制方式跟飞机一样啊，只是空白键往下是他算特殊的往下方式啊。啊，这还是要慢慢下降的吗？按空白键啊，空白键啊。好吧，等空白键。然后你可以按着 W 按八，数字键八。哎，你不需要下降，你冲就对了。你不是不喜欢？有的没的。哎呦，谁啊 ？DSD。啊，打架了。啊！杀错人了，太兵杀错人，这个反应、欸。为什么飞不起来了？这台车是不是怪怪的？哇！杰克是什么枪啊？我还在逛街救直升机了，上回。上回什么？还有音乐跟他。进入房屋。怎么了？警察来了。都有谁？只听得到杰克的声音。看他多吵、啊！没有、啊，就杰克比较黑啊，啊，恐啊，对啊，哪有这不失控了？都听到你撸分割他的声音，欸哦、杰克 啊, 啊！没有，我以为打不到。你不要这样，真的，他绿色的，我刚以为扣，我把扣扳机啊啊，你说谁、欸、就扣下去了？你说谁绿色的？欸、你说谁绿的？就那个准心绿的哦。所以你为什么扣下扳机了？我想说试试看，我就扣了。所以把他的暴君炸了。我怎么不是暴君？那个飞行车炸掉了。这个保险箱嘞？保险箱海边。找到？不是要进入房屋吗？他进入房屋了。他进在他的房屋里面啊。哎、欸，那我也进去看看。哎、欸、，what the？这个干嘛、啊？我、哦、这个不要闹啊！不要闹啦！你们不要太热心，拜托。哎、欸，不要闹哦！他应该是看起来是不小心，嗯、就是太热情。直升机飞过来，飞太快，没看到我在下面压到。哦，你哈基，你不要闹。哈基哦，为什么喜欢在下面？我飞机飞到一半呢、欸，我飞到一半呢。哎，救人！我听到声音了，哈基！啊，我知道为什么这台车不能骑了啦，白痴的人太爆了啦！哦，我看能不能解那个，赶快，解锦星，上来，可以解锦星，可以解锦星，哦，哇哦，那红的吗？东西在你身上哦，怎么在我身上？好，你们有载具可以回来吗？有，一台爆胎的会飞的那台车，爆胎会飞的好哦。我刚觉得它有点失控，就发现它、哦、左后轮爆了，会有影响吗？因为我刚其实飘不起来。讲完就失控，真的。我哪没有？你们在失控的。暴君很帅。在解短剑任务吗？我不知道哎、欸，单纯赚钱而已。也算是解短剑啊。哦，也短剑的话是要你们的剧情啊。嗯。那我们现在是重解了。这样聊比较多啊。但是他们如果要解的话，要先有设施啊。有设施，然后一二三张解完啊。嗯。没改防爆轮胎。不知道哎、欸。我记得我都改顶的吧。这不是你的车啦。是我的啊，是你的吗？你看左边的标志，不会发射飞弹就是他的啦。对啊，不会发射飞弹就是我的、啊。烂的、欸，我送你轮胎爆啊！我记得我有改啊。谁在后面射啊？警、欸、那个啦，灰色帮派的那个人哦，就是那个任务的追兵。
原来这台车是在飞吗？在飞啊。没看过会飞的车啊，像 GTA 就是这样子的、欸。对啊，还可以潜水、欸，还是动不动就飞了。对啊，你有看过车子下水之后不会抛锚的吗？你有看过玩家在蹭分隔岛的吗？只有一个人做得到。啊、除了蹭分隔岛之外，他还喜欢警车哦。对啊，看到就是直接压上去哦。还要车撞到分隔岛，他会更失控。哦。有人滑下来了，谁？不行啦，你的后轮。行不行？这台烂车子。烂车子，烂车。超烂。这车牌哪里中二啊？就天特而已啊。哪里中二？问号。二，你干什么？你下降啊？我就说我不会下降直升机哦。你的下降方式，你怎么停在这里啊？这个好容易割到头哦。你怎么停在这个位置啊？会杀人呢、欸。而且不会下降。这一台冒烟了，要不要直接把它拆掉，跟它叫新的？炸了啦，炸了啦。对啊，这台车也太不耐用了吧？轻轻撞一下就这样子。这不是车，那是直升机。哦，那炸掉了、目前能用的前置结束了。哦，好，那我们就进去了。好。好啊，要就要吃饭的嘞，刚没加还是卖卖加？你要吃吗？加饭，爱加不？你拢会使，我是拢会使啦，我都可以啦。好了，不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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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直接抢了，直接抢了，走了。边吃边抢了，一边是吃饭，一边是钱，选一个。一边是经验，吃饭是经验，跟那个黑蛋碎片。为什么现在才跳那个什么各种介绍啊？各种介绍？其实设施这边是大厅，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什么？为什么刚刚是邀请进来的？对啊，然后这次是你们、你直接走进来的。好，我被撵进来的。你被撵进来的？你是说用杰克的车吗？应该是你。我用杰克的车把你撵进去的。可以一起玩吗？不行，不行。耶，又进来了。除非你能让我们有很多钱钱。你不要乱讲话，等一下，这真的。对啊，又不是雅思问的。雅思炸了，你不要乱讲话、哦。不是、啊、雅思要问说可以一起玩吗？这样才能啊，又不是雅思问的。雅思这么乖，才不会问。你的雅思就冒出来了，可以一起玩吗？我说不行，除非说我现在马上买 GTA， 可以一起玩吗？我说好啊，他过完前面任务，应该我们更快关台了吧？嗯，前面新手他就大概要一个小时半，一个半段啊。嗯，他进来怎么不见了？我、迷路了。哇？不是，我在你测试里面啊。你从手机，你走到最里面，走到最里面，你可以。手机不是有邀请？哦，手机邀请有吗？有啊，嗨。哦，有。你们第一次开 GTA 的时候就买了，所以雅思已经买了。我们第一次开 GTA 的时候，那是雨月刚开的时候吧？去年的事啊，应该是吧？哎呦，所以你有。很多钱没有啊，不是、啊、你有很多。那你应该只是买好玩的，没有认真在玩吧？不知道、欸，没有注意。哇塞！哇有装备。等一下，那个白色皮肤的，你的眼睛。阿进，你的眼睛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是这样子啊？怎么了？我的怎么了？我的库洛马被炸掉了，没关系啊，就还有其他人有了，我有啊。哇，如果已经是红的，是那个孙悟空那精细的孙悟空。有可能是白的，嗯，
你这是白花镇到很夸张的程度了、哦。我觉得那就是土的了啦，那就不是白花镇，那是土的了。我刚跑去化妆，哇哇哦，掏出这个干嘛？我不怕。我做反应的，哎、欸，我做后座，哎、欸，最远的、欸，六个。就个死麻烦司机了，痛，不想掉一个。好啦，等开。哇！帅！你不一定要走在道路上嘛？我没走道路上啊。你为什么要绕上来呢？直接切水，切过去就好了。哦，切什么？切什么？就是切八段，切过去就好啦，切过去就好啦。对啊，没看大地图吗？我想说你为什么绕一圈？哎呦！哇！懂了，不错不错不错，这个有拉回来，不错哦，是不是厉害吗？告诉我。啊啊！一杯咖啡要四块钱，一杯咖啡四块钱，这样算一算台币120块。你为什么按这个喇叭？喇叭？哇不！哦，他们后车灯都不开哦。哎呀，对啊。哦哦，后车都不开哈！哦哦哦，我都不开车哦！哦，打开你的后车灯哦！哦，后车都不开，哎呀，怎么这？哎，怎么汽车突然？是我看错还是？哎，啊，刚进墙壁里面又跑出来，你也有看到哈？哎，钻墙啊！他怎么做到的？哦，甩的很好。哎、欸，电脑开穿墙挂、啊。哎、欸，过头了，过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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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有垫背，有垫背。他好像晕了，他按喇叭、欸。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边缘人玩不了大强啊！哇，雅思说他玩不了大强啊！哇，二个月了，波浪可是你没有人数吗？波浪你没有，没有朋友，可是你有钱啊！对啊，你可以不用抢啊，你就拥有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东西啊！对啊，你看那个鲨鱼卡，鲨鱼卡刷下去哇！他每次都在说什么购买鲨鱼卡可以额外获得多少的游戏币哦，有加价、欸。最近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活动啊？我那时候只看到一次，说什么在4月27之前，你有买任何的鲨鱼卡的东西，就会送你400万。我不知道，因为我去看活动页面上面都没写到啊。那我只有看到一次，就是在有转场的时候，画面有跳出来一次。所以我现在要找资讯，我也找不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去看官方吧，或者是扒他爬一下。欸、等一下，这里是那个吗？这个是很难的那个、啊，很难的那个。好哦，这里可能要重来很多次。哦、真的吗？真假的？嗯，可能会。哦，是不是要进去然后抢枪的还是什么的？没有抢枪，就是要保护那个泰瑞斯这里。只是他们会派出很多兵。其实泰瑞斯越来越夸张。探员实是不用太在意他，最需要在意的是我们的命自己。对，好。因为等一下是要开夜视进去打的。开什么东西进去打？夜视。哦，你的画面会整个是绿的。而且等一下会用可怕的东西出现。巧克力。可怕的东西。你这样子，我哪边都不能开枪啊！哦，等一下，我先把这解决掉。你是坐哪里啊？哦、我坐哇哇啊坐啊掉下去了，上不来，那上不来，下车了，那这个绝对上不来的啊！哎哎哎！我倒了，我倒了，
下车。上面。不会是派人来，那太难了吧？哦。不是真的要待在车上吗？等一下，那个就不行了。嗯，好，是要上楼。那个就只能找掩护，那个掩护的东西藏而已。OK， 而且是超难，它的伤害超高。嗯啊、好，那个繁星，你这台车可以停到后面那边吗？外面吗？对。啊，好了。但是找他之后开始下一阶段吧。找到他之后，出发了。哎，下一阶段喽。然后前后都会有很强的人来，拿那个榴弹，拿榴弹发射器。啊？什么意思？要用轰的，不可以用枪打的。机器人是不是？要轰的、哦。对，要用轰的。我看来了，机器人。哎、欸，哈基，他的脸跟你好像哦。哇！就下车了、哦。你去哪边？哇，挂了！哇，太快了吧！这马上要找东西挡。哇，好刺激哦！哇，这才叫抢劫啊！太快了吧！很强哦，这个超难的。我们那时候这里也打很久。嗯，好哦。哇，不给广告哈。吃个聊饭啊！吃个聊饭、啊。等一下。我已经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有我比较晚开，他没有比较晚开，因为我刚刚九点在看的时候，他好像是9:04时候左右开的。哦，为了我们吗？哇，不知道，你想看他宝色的？哇塞，那也太轻了吧，宝丽龙哦，不知道，你一只手就拿起来了，我看一只手拿哦，好不好？所以是从头开始，从。打外面的人开始哦，好，我可不可以开一台进去好了？我说开哪一台呢？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从后面打吧。停哪里呀、啊？啊、没有，我跟鱼去就好。哦，好，我去从正面，从正面打。我们从后面来。对。挤进去！哇！哎呀，那边底下是火灾死的，底下有一个，底下有一个，他哪里啊？上面一个。哦，吃不到头，口气死。你录得上去吗？录不上去了。那个不行了，那个不行，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了。走墙壁，走墙壁，走墙壁，走墙壁。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真的不行了。这这给你开，这给你开。哇，你这个我只有在。哦哦。哎，阿姨啊。啊，没了没了没，这没救没救了。啊，不行了，知道了，在那边先放几颗年弹。没有用吧？会被清掉吧？它会清掉吧？会清掉吧？清啊！而且它不止来一波啊！嗯，哦，小波。好，上面死了。真，补都补好，然后护甲补好，再开。护甲补好了，好了。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哦，我好了。等一下是自己原地吗？什么原地？先躲在建筑物后面嘛，先躲起来，先躲起来。对，要先躲。好好好，好了。然后没子弹可以直接补弹药，我觉得 M 你们可以直接补。Hello， 好，嗯，帅哦，最难的来了，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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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会从置你的位置，你要先确定一下哦。我在哪里？好。哇！
去另一边。哦，等下我卡住，卡住，卡住！哦、啊！我退回来了，可恶！哎呀，我记得那个那时候打法好像是直接躲在建筑物后面，然后不要点准心，直接左键。哦，不然来不及，对不对？就不没有，就是不探头。哦，因为你瞄准的时候会探头，啊，你直接左键的话是直接拿枪直接打。你是说先 Q 在那个建筑物后面，直接用左键？对 ，OK， 简单，这关简单，好啦好啦，你最强啦，你最棒，你好棒哦，好厉害哦，哇，我们打不赢你，只有你打得赢哎，哇，怎么有五个人，一个观战啊？对啊，都转有点久啊，我觉得画画很简单啊，为什么你会觉得难？一样的道理啊，啊，刚我的充电线断掉了。嗯，哎、欸，弹出来了、欸，弹出来，断线了吗？我刚好像没按到吧，我来不及按。感谢灰灰的礼物。等我一下哦。扣，点个聊饭。咚咚咚咚！哦，我怎么在奇怪战局里面？好恐怖哦！这什么哪里？要开个私人啊，反正都已经可以啊。哦，我先退。好。这战局好可怕，真的。这是魔法了。干嘛？你怎么了？要、我把人全部踢掉了，厉害吗？没有，我开一个是那个邀请战局就好，直接换邀请战局了。对啊，啊，不用公开啦。对啊，我们现在就我等一下好像还要再一次吧，一次公开就好。嗯，是他记得，哎、欸，他记得车打不开，我只要把他轰掉了。好，你那边轰懂这边应该没不会不会影响了。好，那我轰掉了。脑轰掉了哦！武装坦，谁开邀请？坦帕打我开，那你要开坦克车打、哦？那边不是会被清掉吗？我忘了，没有 X 讲的啊。嗯，我们之前打的时候都因为之前好像有开那个上面有机枪做的那种，要了没？真妖妖，真妖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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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了吗？妖了，没有。社交邀请有了，社交邀请，我找了，咚咚咚，感谢 DC 的礼物 ，DC，DC，DC， 哦 ，DC 也会送礼物啊。嗯，是杰克讲的那台，不是啊，所以不会被清掉吗？嗯，我们之前是好像有被清掉哦，我的啊，的原厂线，我有点忘记了。哇塞，我每次好像可以杀出去，再把骷髅马开回来啊，就是停在后面，停在后面。哦，不过我记得。就是那个隐形兵也好像会直接把他打爆吧？啊，吃坏肚子了吧，活该！因为他是拿那个啊，火神。嗯。机箱坐的车其实很多，那有些要改才有吧？嗯，都要有地堡，然后跟那个车子停旁边就好了。哎呦，有你们。很多喜欢用这些邪门歪道啊，结果最后又说被禁止用，然后被 ban， 然后就说为什么要 ban 我？我没做什么。末日，末日。嗯，都给了。嗯，走喽。
安安安刚来的安安。能。泽田刚吉。哎呦。是那个吧？阿刚。阿刚。是那个家庭教师的。对。所以他会两手发火吗？不知道。复活。咚咚咚咚咚！闭嘴！广播闭嘴！广播闭嘴！不要广播，说过了，不要广播。我不要广播。吃料理。还有四分钟。按喏。我四分钟。吃料理。嗯，真的很帅。哎哎、欸欸，我的画面怎么了？怎么了？我看到夜市吗？哦、绿绿的啊、哦！不是，我的画面是四个会发光的人。哇！我看有一个夜市的镜子是放下来的啦。我啊！你的夜市是下来的、啊、我看等一下等一下按什么键啊哦哦关关了关了关了按什么按什么 G 吗一哦现在不能按了、啊、现在不能按玩的为什么我刚怎么按的就你可以要帅啊换你再问啊我要看你怎么漂移满分嗯，果然喜欢条状物的杰克，所以他应该很喜欢柴喽。你看，又撞了一根，哇，不错吧？杰克要从后面来了，哇，那个车直接复原了，好猛！我刚不是被撞翻吗？来跟你们说个小知识，杰克不会倒车，对我不会倒车，所以大家看他翻车，他是倒车反的。代理人之战不是有说要出吗？什么东西？家庭教师啊！我虽然是觉得听听就好了，就是家庭教师在后面一点剧情。他后面还有啊？有啊。嗯、你是看动画吗？对啊。动画只到戒指争夺战结束，拜拜拜拜。十年十年的那个，他后面还有。还有说彭哥烈的由来。哦。哦我觉得剧情不错，可是这种东西要出，难说。对啊，难说啊。之前有看到消息是说会出，又有说出了一个新的彭哥烈系列，可是之后就没听到消息了。嗯，没消没息。什么末日？有抢劫任务的名称啊？嗯，他就叫末日，因为他打算把这个世界毁了。呀、yeah! ，所以就是末日。我刚没开麦到。啊？对，我是不是很久没讲话了？有一阵子。你开车之后就没讲话了。耶、yeah! ！你也太……学学我刚刚怎么漂移好吗？大胆一点。然后直接下去了吗？转过头了。Hi!就喜欢右边那根杆杆，带回家。好，等一下就看到车顶上绑了一根。啊，好硬！你不是喜欢吗？我撞了两根。不是，我觉得阿刚的能力真的是写的不太好，他莫名其妙又变太强，每次都这样。然后一开始又太弱，一下又变太强。对啊，是整个突然变太强哎、欸，而且都是突然是一千。不要剧透、欸、也不用剧透，已经多久了，就很莫名其妙，都是用同样的方式让他又变态起来。那一开始早点给他就好了，你让他被打趴之后再来。对啊，哦，这是一个 M 啊。就比如说他缺99块钱就可以买东西，他给他100块，然后下次又缺了200块，他给他201块，故意是给他1000块。就不一次获得全部能力，对啊，
其实很多动画都是这样啊。对啊，像死神。七龙珠也是啊。他也是这样子啊，就本来主角很弱，然后突然就怎么了，就变很强。哦，克林被杀了。对。就突然发现说自己。克林，你说牛奶吗？好。嘴巴空。有克林牛奶没错啊。嘴巴空。啊，牛饭关了。没电完吗？没电完。我还有最后一次，我还有最后一次。哦，我这里可以中掉。对啊，他们在卡，卡不到，来吧。嘿，好了，右边，右边。我这边一个，我打得到。我打不到。我打到了，还有一个。我这逼你中子，桥上，好中了。桥下。第一个，他在那边处理吧。桥下，桥下。你看要不要停外面？他们讲说停外面啊。对啊，要停外面。那先别先。